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SBY's Live Show. This is your speaking. 大家晚安。OK,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这个月亮空岛啊。那么我们昨天是差不多是把路搭好了，可是就是有太多困难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前进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别的岛看看吧。EVLYN867 安安哦，打两次招呼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你刚不是喊你的眼睛哦？因为有闪光。好，那么原本有人跟我一样的昵称，谁？哎，法师，活人的。我想说你被僵尸 gank 了。FUK232，好不容易拿到，结果刚苦力怕一炸又没了。真假的？宝贝，你只好哭了。你敢哭摇都好。八二哎。延迟15秒，哎、欸，真假的？今天这么短哦，15秒而已。对最近的退取来说，算很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因为我哎，烦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血怎么麻烦呢、啊？很讨厌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又不讲我，八瑞。怎么提醒他嘞？什么东西？我提醒吗？啊，我打错字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看一下，没有。哦，是原来哦，那个谁安安哦，噗噗，LITO266安安，这好熟、哦，你要不要给我绰号、啊？感觉你蛮常出现，如果我看得到的话。噗噗对嘛？你有事吗？那个谁啊？哎，我们昨天是去到哪个岛啊？你家？白木。自由问的，好像跟你讲要骂人。我家在哪里？我呆。啊，对嘛？你连你家都不知道，你问我？白木哈？就要问我你家在哪？我家在哪？那是你住到你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。吹雪呢？有啦，我们昨天去到那边，我多少有点印象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爬到快挂了、欸？爬到你家了？差不多了。安安哦，潘婷，这不是某个什么什么的广告吗？哎、欸，不要打等于哦。噗噗。禁止等于。电脑重开 ，OK。不准。北七哦，我在实况，我有可能重开你。你有啊？啊？有过、啊？哪有？龙力啦！对啊，不要打等于哦。哎、欸、哎。冲炸尾，炸尾，等下炸我，故意动作干嘛？讲完了。我又不讲话，我在铺路啦。讲话会掉下去。你要投你，哦，你叫兔丁。哎、欸，安安你好。哦，干嘛啦？你可以叫你中风哦哦。对啊，尽量不要打等于哦。谢谢。尽量。不可以打等于。哦，你很奇怪呢。哼，什么屁啊！对嘛，你自己讲到词穷。哎、欸，他们今天延迟真的好那个、哦，好短哦。多久呗？只好哭了。哭？你到底想怎样啦？你没有被关爱，你很难过吗？一百七哦。你没有被关爱，你很难过吗？一百七哦。你没有被关爱，你很难过吗？一百七哦。你个没？也插火把。一百七哦。亮亮。哎，禁止两步插一根啊！管你的，敢！哎、欸，跟你讲，多插不会怎样，少插会出事。你敢插我就去插，多插有会怎样啊？那个是你白墨不算。
我是讲游戏自然发生状态下，多插不会怎样，少插会出事。多插，我那个也是很自然的发生了。哪有啊？那个是你人为的。你是自然的。啊？啊？你刚？管你的，你在哪里啊？管你什么事？我去帮忙。不必。你怎么？啊？快点呐、啊！我怎么知道？你自己看我不会哦，奇怪捏。哎呦，等一下啦，怪物轰趴了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们吃饭了吗？还是要这种面包？自己看那边啊，你自己看那边。你两步插一根，拆掉。哪有两步插一根啊？白目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插火把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又不是拿你的火把来插。可是你没拿我就可以用了，你不会自己做哦？小屁孩，这有瑕疵哦！哪里啦？岛本来就那样了啦，这个岛我都还没动过哦。你用的瑕疵，你看还是你专属盖的盖法啊？那个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炸，造啦！还是你盖的盖法嘞？哦、小屁孩盖瑕疵，还说他的问题？不是啊，我以为你在说这个岛啊，这个是我盖的没错啊。我、嗯哦、不要，我不要参与卡，太危险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有没有办法天亮啊？快速天亮的办法？噗噗，可以告诉我吗？噗噗，算了，先前没事，现在把这边抢平好了。这摆就很平了，哈哈哈，惨爆了！可是我要怎么打到对接那边的怪物啊？太难了吧！你看我手上，啊？你看我手上，你手上怎样？好惨！你是北区有硬？我本硬炸、啊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炸了我怎样啊？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怎样啊？你看我手上这把，好惨！不能讲好这把，这样讲这把就没那个梗了。你看我手上这个，欸、你看我的手啊，好贱！我知道你很贱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很贱。你好像忘记你好像忘记本岛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吓死你！你看我的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坐床啦，坐床啦，说要坐床都忘记干嘛啦？好贱哦！我的手好贱哦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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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床啦，哦、坐床啦。好贱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怕你，好不好？我怕你，我怕你。好西瓜哦！那我绝对不要拿斧头。我帮你，你要坐床吗？你要，你可以拿这个。啊？拿去。哎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有床，你要吗？你要床吗？来，拿去。掉洞里。你手上不要拿东西，你要给我，你看干嘛？啊？老虎？没个肾啊，行哇、啊？气死了！睡觉啊？睡不着。快点啊！睡不着。我已经躺了，我已经躺了。哦，我已经睡了。快点啦、啊！我气息很恐怖，我要去那边探险了。个滑神魔！
我还没滑，还开什么？开主也不行，没有食物，那怎么办？请给我食物。不要，请给我食物。我没有食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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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给我食物。请给我食物。有人不理我啊，有儿子不理哦，没有，算了，请给我食物。哎，请给我食物，请给我食物。我不会，请给我食物，请给我食物。哎，不要变交友圈啊。对啊，不要再交友，不要交友。那个、请给我食物，请给我食物，请给我食物。给法师喝鸡肠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喝鸡肠？应该的。请给我食物。I need your 什么 ID？ 好友满了，不要在那边给我那个。请给我食物。哎、欸，不要交友区，不要交友区。请给我食物，你求我，请给我食物，都可以，吓我一跳。请给我食物，请给我食物，请给我食物。不要吵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刚，我刚突然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什么叫这根本就是你的盖法，听起来怎么惹人厌啊？就是你才会盖成这样啊？那什么叫我才会盖成这样啊？讲的好像我都两光、啊、两光派的，一直都两光啊。请给我，惨惨惨，要吃水饺，去吧。然后不，我很怕，马上很快就要去。你很怕，你很快就要去了。这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你不要讲那么恐怖好不好？这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是吃到哪里去啊？哇塞，你是吃到离家出走是不是？那时候去躲岩浆避难，你要躲岩浆避难，对啊，你脑子有洞啊！都已经开跟莫德，白目，不管，反正我要站离了，滚！在这边哭，你要去上课 ，OK， 拜拜。那是，不是啊？噗，噗屁哦，噗噗，我脸书有 ID， 我知道啊，啊反正我好友也慢了，是，都你们啦、啊。后哦，对，讲到这个真的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到底从哪里升来我 ID 的？我今天打开我好友区，因为好友区不是可以那个吗？好友不是可以发讯息吗？然后结果我就打开看，天哪、啊，怎么一堆讯息？然后结果我打开想说，哦，可能工会认识的要找吧。然后结果打开什么？哎，瑶，你玩兽队吗？瑶，你现在玩什么队？瑶，你的代表是暗龙使哎、欸。然后还有法师密友安安，你多久以前腻的啦？啊、真的很夸张，你们到底是什么？就我神魔好友里面，我本来想说都是不认识的，然后就我好友里面一堆认识的，你们是要把我吓死啊？安安多久前留的？你现在才看到？你安安留两次哎、欸，我知道啊，白目啊，你都没回我，安安干嘛回你啊？是，我回啦，你自己去看啊。我知道啊，你还又给我回废文，我那我回废文啊？那不废？那你发什么废文啊？好心跟你打招呼说我废。好好好好，耶！站立，滚吧！嗯？安安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吧，不知道，我要白天赶快把这边探险完。可是这边探险的玩吗？来晚了，不会不会。天哪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安安把啊！不。
安安。有啊，太好玩了。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好惨，学到了，来早了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我真的都觉得那些岩浆一定很蹊跷。今天没有跟我说安南，安南你好。哎，等等，我 Skype 开着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关掉。欸，结果这个岛也没什么，这几个岛到底在干嘛的啊？很好奇呢。好像也没有什么，欸，这几个碎掉的岛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。 Hello， 你是第一次看 Twitch， 欢迎哦。欸，其实法师不在的话，那我可以多多跟你们聊天啊。安安外国人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大家都是人，不用特别说安安外国人，这样很奇怪。因为平常在跟那个啊，如果在跟法师玩的话，会比较少机会看到聊天。Can you guys speak English? Yeah, a little. 天哪，那我直接从这边扑回去那边好了，感觉这样比较快。什么是破图？破图就是，那我们讲破图就是你看到那个图啊，就是它明明是一个完整的岛，可是你看下去它中间是破掉的，那可能就是它。还没有载入完成，或者是 bug 这样子。捕王者 melon， what？ 安安哦 ，qw178293 安安17701712326安安。安安，我来玩了啊！你要来玩什么？你要来玩什么？玩法师吗？为什么来看游戏吗？法师还是跟以前一样被咬吗？哦不，他现在是多得很欠打。Selling me melons for one. Why? Why did you do this? Are you a sales? 奇怪，不太会讲算。Oh my god！ 终于远了，我直接这样扑过去，就算是把所有岛全部连起来了。Yeah， 可以吃了。不是了，不是了。我来讲讲最近发生的事。最近有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有看到什么统神啊，统神 po 道歉文，还有，哦对哈，趁现在法师不在，我赶快讲一讲好了。奉劝大家，真的骑机车不要闯红灯，可恶！我今天就被喷掉1800块啊，气死我！害我半个月全部喷掉了，大头贴换了，对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那天是那个啊，那天我要回台南的时候啊，然后因为我骑在那种很暗的路子，暗巷，啊没有就暗巷，然后就那时候吧，因为暗巷啊，路灯就很少，红绿灯比路灯还亮，然后我就想说四下无人，是时候闯过去，然后结果前面有警察，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。然后就开了一张单给我，气死我了！说好要放闪，谁跟你说好？对啊，他这样开一张单，我半个月都喷掉了，气死我了！一张1800块，哦，好险法师不在，他在他一定会在这边抢我。唉，没有啦，就大家不要闯红灯，真的，不是是时候袭击，我说四下无人。对啊，所以不要故意闯，对啊，啊，气死我了，可恶。我半个月就这样喷掉了，1800我可以过好久哎。安安哦，1800也可以赚回来，可是我驾照才拿到半年而已，半年就已经被记上一个红点，气死我！
才半年呢、欸，我驾照还没拿热，罚单比驾照还热。哎，总之啊，不要闯红灯。哎、欸，我雪球、欸，混混混。好，现在就来到这个，还要打貂蝉插火把。视讯都聊什么？就聊啊，有什么聊什么。哎、欸，查吉安娜呢？爱一股爱到很疯吗？嗯，可以算吧。啊！不要！什么笨蛋牙哈、哦！我这，呵 ，In snow he hurt my snow family。你在讲啥哇哥？呢？嘿！哎！哦，好快！因为我无能。哎，对吼。这样子我根本没办法等天亮，哎、欸，法师还在我就没办法等天亮了，糟糕，怎么办？晚上继续工作是不是？也是可以啊，可是这个岛有没有成就啊？来看一下好了，好像也没有哎、欸，这岛有成就吗？呢？是 Double Shay 安安，可是哎、欸，这岛没有成就，那怎么办？还真的不知道可以干嘛、啊。来做点无聊事好了，来盖我们美丽的家。把法师弄不在。你说把他踢出去哦，可是让他回来应该骂我吧？重新做一把剑，合成就好了。要收台了吗？应该还没了，还没。刚我叫的时候你也叫了，急。我也知道踢出去的指令啊，可是他回来他会偷偷把我杀掉吧？哇，竹子送给义父，啊，这是竹叶不是竹子啊！你看竹子那么硬，怎么咬得下去？他之前不是po文讲过了吗？巴哈有写成就，真的假的？可以。可以帮我贴一下吗？我稍微看一下就好。身上就有斧头。我人呢、啊？哦，你回来了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地图现在没有哎、欸。现在这个地图可以干嘛啦？哇，大家会通啊？不知道，我刚把那个啊，就是所有路都打好了、啊，就是可以来去自如那种。可是我现在反而不知道干嘛哎、欸。好可怜哦！你要干嘛？好可怜哦！那、啊、你什么时候要去拔菜啊？垃圾啊、哦！快点啊！你什么时候去哦？我问真的啦。我是呆哦，他都不跟我讲啊。
他是随时叫你过去，你就要过去那种啊、哦。可以哦。哎、欸，你就说你要这么随时叫我，你就那个嘛，你就付我钱嘛。你就要付你钱啊，你就说付我钱，我在听你的。不然呢？哎、欸，我讲真的好不好？你在工作，你也有时薪领啊。你就跟他说，我现在在帮你工作，你怎么不给钱？卖下搞到乱呐、啊！还跟 Mod One 呢、欸，给我切回来！走开！等一下，大忙人。干嘛？等一下，火！安南太晚来了，今天没忙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史莱姆超烦的、欸，啪嗒啪嗒。混蛋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。你可以帮我把那串复制下来吗？